和善新青少年关怀协会为了推广儿童教育以及农村的生活体验，是头一届办理花餐小食宴以及亲子拌菜头的活动，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入餐体验拌菜头的趣味。活动还有棒米棒、造型鸡龟啊等等的单位现场闹得滚滚。和善新青少年关怀协会为了推广农事教育，头一摆结合中寮中卫福卫宫等单位共同办理花餐小食宴以及拌菜头体验活动。吸引真侪亲子家庭来参加。我们在花田里面哈，来办在地的小吃飨宴哈，然后让大家度过一个浪漫的周末。那我们现场啊，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哈，可以来拔萝卜，还有玩我们的气垫溜滑梯。那很高兴啊，能够在地方上办这样子的活动，让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亲近我们的土地。好，萝卜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到我们田野的一个活，一个生活的一个体验呐，哈，在农业时代。然后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民众来参与，然后我们感谢我们里长，以及所有的相关的同仁，能够来提供我们这个场地，也种植了这很好的、很大片的一个萝卜，让我们的乡亲能体会到乡野的一个生活。我们彰化的所有的乡亲，来，我们等我。除了拌菜头的体验以外，现场还阁设置气垫游乐场、棒米棒以及造型鸡龟啊等单位，让大人囡仔拢参加真欢喜，嘛借这个机会亲近土地、亲近大自然，享受农场风光。大众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